不用闪了、啊，他已经等车站都已经让我们了。OK。他说超高度。今天天早上有太阳，这个是雾还是霾啊？就是不知道是不知道下雨。好，直走啊、哦！前面有竖线哦，有照相哦。好，来来，这就对五十嘛，对对。哇塞，右侧超车。像这个，我们把它拍下来，检举他就中奖了。检举有钱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检举没钱。交通的没有，环保的才有。哎，环保乌贼车吗？哎，对啊，乌贼啊，乱丢垃圾、吐痰啊，丢烟蒂啊。那个从后面走，哎，从后面走，这是这只啊，对不对？环保的就有，乌贼车啦、啊，你检举他，哦，乌贼车的最多钱的。嗯，对啊，你检举以后，他又根据车法会叫那个车主 去检验。嗯，哦，检验没过。他就罚了，那罚了以后，你检举的人就抽成，抽多少？很贵耶，那一罚4500哎。啊，那那抽多少？这抽的现在就不晓得多少啊。哦。我们也没有在检举这个。哎，那我们就走、哦，还是走有空间。等一下，前面红绿灯要右转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车子这台车就不能这样做了？本来就不可以啊，只是说把大家习以为常而已。对呀、啊，习惯了，他就这样开，也没有人管。你看，这部车也来了。占位置，想要抢右转就对了。就不用在这边卡在前进的车啊。嗯。对，大家都是图个方便啊。真的塞车的时候，有的四线都在开啊，有没有？对，那本来是两线的变四线都有。那高速公路里面，在那一塞的，连路肩它都开了。那后面有车的话，那我们你就打方向灯嘛。对呀、啊，到了弯道再转啊。会走这里的人，应该都是要右转的。嗯，哎，对。